我跟我老公最大常出现有纷争的问题，就是在于照护小孩这一件事情上，两个人光一件事情就出入很大。像比如说我，因为17岁我就当模特儿，那模特儿因为你必须要就是眉眉嘎嘎很多，我们就要一直不断身体保养、脸部保养啊等等这一类事情，所以我就对于皮肤这一件事我就很在意，尤其是我又生两个女儿，所以他们从小的时候，比如说洗澡，洗完澡擦干身体，那妈妈我们就会啊抹个乳液啊，从头到脚这样抹一抹。可是我老公看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开始在那边叽叽喳喳，他说小孩的皮肤很好啦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抹涂涂抹抹在小孩身上，他跟你的皮肤不一样，人家是新生儿好不好。那听这样我就说，我们就常会因为这样，我就说你就不懂啊，因为生女孩子你原本就是要特别照顾她，她皮肤好啊，当然还要更好，你就要再帮她涂个乳液啊。那一直到小朋友其实现在4年级6年级，他们大的就已经迈入青少女的这种感觉，所以他们现在自己洗完澡很习惯，就是妈咪教我的我要擦乳液。然后问题就出现在去年冬天的时候，他说你不是说冬天很干燥小孩要抹乳液吗，他说你看我女儿她现在就是脚现在就很干燥，你知道有的时候小朋友干燥会抓，不是就会白白的血血吗？对对对。然后我老公又因为这一件事在那边跟我两个人要杠起来了。我那时候想说，我自己因为脸部肌肤我其实照顾得很好，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我是用一个海葡萄的精粹乳，我就上网去看他们家自己也有出他们的身体保湿乳，然后我就一次性下单将近10条，然后我自己其实从那个时候用到现在，我真的是觉得解决我跟小孩之间肌肤非常多的问题，就乳液哦。但小孩不是有小孩专用的乳液吗？我那一个乳液它是大人小孩都适合用，对，都可以使用。我有带来，就是大家可以试用看看。来介绍一下，我们要来看看，来。好 ，OK， 宋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对，我先跟我给你们，你知道，我觉得这其实是心理的一个阴影啦，因为我其实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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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点强迫性的注重我皮肤的那个身体保湿，是啊，因为以前我们做模特儿的时候，又有那种学长姐痣啊，比较严重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17岁第一场秀的时候，我坐在后台，然后就这样等着，然后旁边的学姐就这样看着看了一下我的手，再看了一下我的腿再看了一下脚趾头，天哪！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因为很新很菜，我就突然想说这怎么了？然后学姐又说，学妹你都没来保养吼，然后你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小又很嫩，学姐讲这种话的时候就代表很用力耶，你不敬业，这种感觉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哇塞，被打枪啊，被打枪你就会很害怕嘛。那就我刚刚讲的，我的皮肤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干，真的就是干燥肌、沙漠肌这一种。我其实到去年为止，我好像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我心目中很完美的一个身体保湿乳液。这么多年下来，然后最近才找到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真的，你们大家真的等一下都试用看看。你用了它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你当下你就会觉得 ，OMG， 超级惊讶的，很惊艳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真的，它真的很保湿。对，很保湿，而且你不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吸收。对，好不好用？好用，好用，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很好推，很好推，很好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延展性很好，就是你结合整个都可以涂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而且很清爽，没有那个粘稠。对，它不会粘。对，马上就有那种感觉，就不会有负担。我妈也有用，但是她都自己用，不给我用，所以我现在挤超多。你今天就能用，你就多用一点啊。哎呦。其实不用用太多，因为它延展性真的超好的。你看我只有挤一点点，然后你把它这样慢慢的往下抹，往下抹，往下抹，它延展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外面有很多乳液，它都会跟你说哦，我们的保湿很重啊，很强啊。但是你往往用完那一种乳液之后，大家一定都有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你涂完那一种乳液的时候，都很像身体有那个保鲜膜这样盖住，那一种一层一层的感觉，对，好像被盖住了，对，呼吸的感觉。可是这一款，大家我相信大家试用完，你们都会觉得说，
用完皮肤是 juicy 水水嫩嫩的，而且完全一点厚重感都没，滑滑滑对，滑滑的。因为我自己在用海葡萄精粹乳，然后才找到海葡萄的这一款身体乳，让我觉得很惊艳。那大家一定会想说，不用吃的吗？你看吧，我就知道大家一定会想说要吃海葡萄吗？又想要去冲绳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吃到多少的量，你才有海葡萄的它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萃取。对不可能嘛！而且它里面也不是只有海葡萄啊，它里面还有玻尿酸。玻尿酸哦，玻尿酸它可以吸收大量的水分到我们的肌肤深层，然后去加强保湿、锁水、补水的这一个动作。然后还有乳木果。果油哦，乳木果油相信大家都很理解，就是它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保湿，然后等于就是让你的肌肤好像有一层那种保护罩一样，它就有一个修护力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成分叫做芒果果仁酯，哈，对，这一个成分它可以润肤，让你的肌肤减少细纹，然后让你的肌肤有那种蓬蓬弹弹 QQ 嫩嫩的这一种样子，回春了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大家应该都很常听到的，就是复合型的神经酰胺，它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皮肤角质啊增加它的代谢，那就是可以让你的肌肤更光滑。所以它对我来说，它并不是只有一瓶很普通的保湿乳液而已，它可以全方位的把你的那个水分锁在身体里，你这样才有达到我们保湿我们想要的效果嘛，不是沙漠肌嘛，我用完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 jungle 你知道啊，哎呦，我现在变成就是绿洲肌啦，哎呦，对，变成 oasis， 哇，是一个绿洲啊，本来沙漠肌它是有时候闪肌都会跑出来的，对，那现在是整个是哇绿 jungle 的感觉，对，没有错，水水的，解渴了，解渴了，没错，好 ，OK，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瓶叫做是，这一瓶就是金科。解渴保湿身体乳，就是帮你赶走沙漠肌。谢谢。